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搁伫新港公电视台啊 APP 的这个平台三个见面。咱今仔日会要读的圣经节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第一十到三十二节。啊，我今仔日选出第八十到十三节，甲大家做一分享。我来读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，人子啊，你着宣传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你着讲。有刀，有刀，是抹来露光的。抹来是要杀人，露光是要亲像死呢。咱敢当欢喜嘛？我的囝的乖仔藐视树木，这支刀已经交予人露光，通予人的手拿伊。伊已经抹来露光，通交伫杀人的手。人主啊，你着发哀求，因为这个临到我的百姓。甲以色列一切贵族，因甲我的百姓拢交伫刀下，所以你着大大腿有气焰的书，那迄个藐视的乖仔规日无，要安怎？这是主要我讲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，上帝要用刀来刑罚耶路撒冷城。上帝话就是成就的快乐，毁灭的快乐。看这个书得来的确为正，这是主要我讲的。咱注意内底所写，每个人拢有一句话讲，这是主要我讲的。上帝话的确要实现，所以伫遮讲用刀，上帝已经背出刀，出伊的小手，的确无个修行，无个修集。这个刀已经抹来露光，通交伫杀人的手。上帝要施行审判遭灭，所以先知耶利米的话，我要备办予人惊的刀攻击因一切的城门，予因的心消扬，加添因跋倒的事。哎呀，这支刀创到亲像死呐，抹到真来要杀死人。上帝用巴比伦的刀来审判耶路撒冷城，这个王。到伫一个乡车路口，伊伫啊想讲到底要攻位倒一个方向，所以伊用占卜、用腰缠问偶像、甲验生理的官来决定要攻打的城市。俗语咧讲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上帝掌管一切，所以上帝将耶路撒冷城用巴比伦的刀交代伫。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伊的确要实现公义。圣经讲，伸冤在伫我，伊的确报。所以国家的君王无惊公义，无照上帝律法来行，上帝要用刀剑，这个刀剑咱可通讲是战争来审判。伫先知书内底，咱看见大部分拢用。审判、刑罚、警告的信息，咧对王、对这的宗教领袖来讲，总是以色列百姓因本身拢无顺服、无听从，所以地告伫这个灾厄，上帝要用刀来毁灭耶路撒冷城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活顶面。咱来避免上帝审判临到咱，咱都爱读上帝的话。这个上帝的话，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一百七十六节，有真好的记载。你当通过阶段性读遐个话，你就会当体会上帝的话的重要性。我读一节，我读这个一段经文来给大家听。诗篇一百十九篇。第九十到十一集，少年人就用什么来清洗伊的所行？是着照你的话来说而行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唔通让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，上帝的话真做咱的鉴戒。让咱无地到地犯罪，咱当心来祈祷。
听人祈祷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俄罗斯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公义信实到万世代，你的智慧观念无通切夺，我欢喜顺服伫你的引导甲看顾。主，有时我受到环境的引诱，以及我肉体的需要，予我跌倒、跌倒，我跌倒离开你的路。求上帝你怜悯我，我是陶醉的器具，予我会晓跌倒转归向你。你的圣神感动我，予我伫所行所做会当搁一遍，予上帝你欢喜来接纳，帮助我日日甲主你同行。求上帝你无降灾的予我，予我逐日有平安有喜乐。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